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板桥区四维路的广东肠粉。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，我在这个板桥四维路上，好，那我要一个那个鲜虾肠粉外带。鲜虾。对，哎。好，那可以看到它这边食材都是现做的。它这个肠粉的米浆都是现磨的，好，那像我的已经做好了。老板，你的虾子要辣吗？啊，要辣。小辣。中辣好了。好，那我得多少？80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就 OK。啊，好，好，谢谢。筷子要吗？哦，要。好，那生意还蛮好的。OK。好，那再来就到别的地方开箱。好，那紧接着就到这个陈记早餐。那应该是找不到这个地图的资料。哦，但是老板娘还蛮客气的。那我要那个特制的萝卜糕好了。今天萝卜糕刚好都卖完了嘞。哎，那我帮你做刷饼。蛋饼有没有？有，蛋饼、糕饼都有。好，那我要蛋饼好了。有什么口味的？有原味的、起司的、猪排的。猪排的好了。猪排。哎。好，猪排的好了。你要加洋葱吗？放加洋葱。那饮料有什么饮料？饮料有现在凉的剩豆浆，啊，红茶、鲜奶茶都是温的。哦，豆浆好了。豆浆哈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老板，豆浆帮你做半糖还是无糖？啊，半糖，谢谢。好，那像这种现做的就一定好吃啊。好，那可以问一下你们营业时间吗？哦，6点到10点。六点到十点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谢谢。嘿。好 ，OK。那速度也蛮快的。好，那现在就快好了。大概请你有酱料哦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辣椒有酱油。OK， 好，就先从老板娘开始吃起。哎，谢谢。好，那现在就试试看啊。它里面就是有猪排跟洋葱，然后我加上这个辣椒的酱油。嗯，啊，猪排有腌过，还不错。蛮温和的口味啊，
然后洋葱就是炒到一点点香，嗯。那分数我觉得是83，还不错。哦，算是这个上班族学生稍微填一下肚子的早餐。如果说你中午还要吃便当的话，这个就差不多是蛮好的选择。有点饱又不会太饱啊。好 ，OK 啊。好，再是刚前面的鲜虾肠粉呢。好，那谢谢店家这么客气，让我能够坐着吃啊。前面那家刚刚没有办法。虾子还蛮大只的哦。好，再让它的酱汁跟辣椒吃吃看，蛮令人期待的。嗯，哦，好吃哦，一样是这个虾子是很新鲜的那种嘛。哦，不过目前感觉上比较喜欢广兴啊。这虾子是三只，啊，辣椒也蛮香的哦，然后肠粉就是也是很滑口。哦，不止三只啊，嗯，虾子很大只啊，嗯。好像这种肠粉的辣椒都蛮开胃的。嗯，很滑口，不错。嗯。好，蛮赞的。分数95分，因为这就让我想到广兴，哈哈，彗星啊，彗星肠粉啊。哦，但这个在这边也算好吃的哦，口味算蛮好的。哎呦啊，虾子很大只啊。嗯，嗯，好吃啊。好，那最后是这一家店的豆浆。哦，就算是清爽型的。哦，那分数大概80分。哦，老板娘蛮漂亮的。好，老板娘，那请我的多少？哦，55，蛮便宜的，哎。那你可以自己找。哦，自己找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没关系。OK， 好。谢谢啦，哦，好，谢谢。好像可以看到，就是只有一桌啊，只有一桌啦，哎。好，那各位来，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再来就到这个新埔菜市场，大家逛一下好了。好，我已经写好了。好，哎，好，谢谢，好 ，OK。好，那这个是没有来过的菜市场。
哦，很新奇啊。罗东甘蔗熏鸡，哦，这边可以闻到那个肉松的香味啊。哦，不过因为我在想，今天因为是星期一的关系，所以应该有蛮多店家没有开。何首乌啊，这家这个鱼货还蛮多的。啊，这边就是菜市场的杂货店。好，手机配件。地瓜也$2.50，还蛮便宜的啊。好，那应该差不多就快到尽头了，那就转回来。刚有一摊音乐比较大声，然后跳过那一摊，刚那音乐放比较大声。那这个是卤味的。宜兰桂花干，这个一定是粉嫩嫩粉嫩嫩的。来吃瓜卵炒五折。还有呢？哦，这个红烧肉很漂亮。它写的是漂亮，好吃哦。好、哦、好吃，好吃，买过我们家的都知道我们好吃。好、欸啊，那招牌照下是这个宜兰现炸红烧烧肉，老阿嬷的味道。对。哦，那在信义区那边有去过吗？哪里？信义区。信义区，我礼拜六在东门啊。哦，东门。嗯。哎、欸，谢谢。礼拜六我在东门。嗯。永康街正对面那个林荫街。哦，我知道。八号出口那里。好。礼拜六固定在那边、嗯、啊，你觉得 OK？ 你可以在那边，我都在那边固定。嗯、好，谢谢。哦，记得在那个信义区那边的吴兴商圈有看过这一摊，但是不是那个老板娘啊。
啊，算是小小的菜市场，但是该有的都有。这一摊鱼货也蛮多的。这个鱼肉很漂亮。然后这个季节卖竹笋的也蛮多的啊。好，那这一家就是有这个布拉米呀。肥滋滋的腿裤，嗯。好，那这个是铁火烧，很多菜市场都有。哦，这个鸡肉看起来好漂亮啊，油亮亮油亮亮啊。这个市场要打广告。好，那这一摊看起来是蛮有名的啊，中天电视台有访问过。好，那我照到实际没有隔起来的鸡哦，看起来油亮亮油亮亮，很漂亮啊。啊，老板，那请问一只大概卖多少啊？500。哦，500差不多了哈。好，谢谢哦，哎，拜拜。好，那这个边的葡萄跟水梨都很漂亮啊。好，那这个菜市场的摊家都还算蛮和善的啊。OK， 小小逛一下啊，应该还有啦，我说是星期二来，应该摊位更多。哇，那花生味道好香，是哪一摊呢？哦，这一摊呢，花生味道好香啊！哇，我说花生味道超级香的，香啊！哦，香公公，香公公。哦，是因为现在正在炒哦。哎，好香哦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就是新埔菜市场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。前面两家就看各位朋友怎么选择啊。菜市场的话就自己逛的买需要买的菜色。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